大家好，我是老翟。这个建筑是我前两天在去书城的路上偶然发现的。不知道大家第一眼看到像什么，反正我第一眼看到，我感觉有点像是一个寺庙。具体是干什么用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地方前段时间好像被水淹了，因为丰乐河这一段前段时间在这个位置也溃堤了。门口这边都是荒草，它这里应该是刚建好不久，看着蛮新的。这两个石雕应该是麒麟吧，我也不太清楚，看着像是麒麟。房子上面绘制了很精致的那种图案，有点像故宫里面的那个图案一样。这里面都是空的，墙上有被水浸过的那种水渍。这间里面也是空的，然后房梁上有两只鸽子在飞，在打情骂俏。看这里面的装修样式，感觉不像是一个寺庙。地面也是被水泡过的痕迹，地上也都起壳了。这上面是一个平台，旁边这间屋里面还摆了一些东西，有几张桌子，椅子，不过都倒在地上，还有一个水瓶。门口都接了蜘蛛网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这里面到底是做什么的。从外面看像是一个寺庙，但从里面看的话又不像是寺庙。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，谢谢收看，喜欢老宅视频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谢谢。